新時代、新社會呢一種思想在情在理上係唔係仍然合適呢？男大多婚、女大多嫁入面嘅當字解作應當，有理所當然嘅意思，具有應然嘅意味，即係社會認為男女到咗適婚年齡就應該要結婚。而其中嘅不合時宜，根據字面係不符合時勢趨向。我方認為要從實驗角度分析當前社會大眾普遍係唔係認同呢一個價值，以及喺應然上面呢一個價值是否符合現代男女嘅生活。我方正立辯題基於以下兩點：第一，時移世易，當今重視婚姻自由。過去農業社會對勞動力有需求，婚姻係組織家庭嘅基礎，因此傳宗接代就成為咗男性嘅責任，而女性亦都因為欠缺獨立謀生嘅機會同埋能力，必須依賴男性照顧，結婚亦都成為咗女性嘅必要責任。然而時代變遷，婚姻嘅社會功能不再。而家唔單止有法律去確保自由婚姻嘅權利，喺現今世代之下，要同邊個結，用咩形式，當然包括結定係唔結，都唔再係社會規定，而係由個人自由選擇。現實係每個人對於結婚都有唔同嘅考慮，當然有人仍然會因為重視傳統觀念而結婚甚至早婚，但同時亦都有啲人因為重視事業發展而選擇遲婚。但係不婚甚至係只同居不結婚都大有人在。南都民調中心社會調查報告顯示，過六成未婚人士表示婚姻應該係隨緣不強求。而根據香港統計月刊2012年嘅結婚數字係60400，而2020年就得翻27000，唔夠十年之內下跌足足50%有多。由此可見，喺現今社會入面已經唔存在既有嘅當然概念。大家已經可以自由緊進行婚姻嘅選擇。第二，不合時宜，強加價值觀會引起反效果。當有應該嘅意思，換言之有一定嘅社會約束力。我方認為喺當前社會宣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亦都係不合時宜。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斯坦伯格認為，愛情係由激情、親密同埋承諾三部分組成。美滿嘅婚姻承載於愛情之上，唔單止需要前三者，更加需要雙方嘅責任感、使命感同埋共同理想作為支撐。但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就將婚姻變成責任，鼓勵大眾到咗一定年齡，即使未遇上對的人，都一定要結婚。同時呢一個觀念亦會為大眾施加壓力，例如稱呼一啲中年而且未婚嘅女性為剩女等等。壓力趨勢底下，很多人都會被迫為結而結。中國婚姻家庭輔導中心分析離婚率上升的一項原因，正正就是因為夫妻雙方在婚前缺乏感情基礎，迫於家庭、社會和年齡逐漸增大的壓力而闖竄走入婚姻，婚後不注意調適，最後走向離婚。可見推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概念，只會增加婚姻壓力，甚至提升離婚率。眾上所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貼合現今世代的婚姻觀之餘，更加會本末倒置，扭曲婚姻的本意，因此辯題理應成立。到何位？社會上其實超過一半的人都會選擇結婚，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並沒有比婚主所取代。而今日要衡量呢個話題係咪合時宜，除了要客觀審視社會。
為救翻大局之主。因此，我方行動在於婚姻係能夠填補到社會需要，以及為市民保障幸福。我方反對辯論原因有以下：第一，當代社會需要婚姻慎用，為社會增加勞動力，推動社會持續發展。古時嘅社會係一個農業社會，當時嘅勞動力需求十分迫切。喺古代傳統觀念中，生育嘅最基本前提就係結婚，離婚產子係全部勞動力嘅一。而去到現今呢個社會，面對住人口老化嘅問題，社會對於勞動力需求十分殷切。據統計處嘅數字，2022年中本港長者比例已經超過咗70%，正進入超高齡社會。同時亦都預測長者嘅比例將持續增加，去到2037年30%。前勞工及福利部部長羅志光指出，預計到2027年出現135,000勞工短缺。喺現代社會，亦帶嚟人口老化不足、結婚同生育約無不可分嘅關係。統計處指，香港已經一直以來大多數都係已婚女性重生，未婚產子嘅情況只係佔少數，因此提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去促進生育，填補社會嘅勞動短缺，推動發展，亦都解釋到點解世界各國嘅政府嘅推動。鼓勵市民結婚生子。另一方面，對有子女的家庭，我真也大有建議，指出結婚後會令佢哋嘅家庭變得更加幸福，而佢哋所生嘅小朋友亦都會變得更加幸福快樂。因此，無論古代或者現代，結婚都係為人保障雙方、保障子女成長、消除父母之間嘅積怨、不確定性，令你生活變得更加幸福美滿。因此，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值得被社會提倡。第二，無論古代定係現代，婚姻嫁制度雖然可以保障各方唔是大為幸福，但喺現代雖然婚姻可以一夫多妻，但係只可以娶一個正妻，剩低嘅只可以臨設置，離婚嘅時候都係要休書，亦都會影響聲譽。而喺現代結婚亦都有法律地位，法律判斷只為合法嘅伴侶，就有能力為伴侶作手術簽字、流產繼承等等。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如果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合時宜嘅話，咁又如何解釋香港年老超過60%嘅人選擇結婚咧？有方同學係覺得佢哋只係少數咧，定係覺得佢哋選擇都係不合時宜咧？多謝。跟住落嚟係公辯環節，共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議員回答問題，並且打斷對手發言進行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都不得打斷共辯嘅方發言。如有違規，共辯嘅方可即時指出，全盤認同可以即時扣分。一分，如果共辯一方照常發言，其行為意思行決定是否扣分，試問各位有冇任何問題？請評判留意，其實共辯分數嗰陣，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嘅男方嘅分子。第一格以發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言分數。好，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共辯。正方議員。好，正方議員告請請發自由選擇。可以解決了，東北方。
好嚴重，呢、这個世界係缺乏13萬人口，咁點解勞動力係唔重要啊？有工人學勞動力重要，點解唔係勞動力重要？但係結咗婚唔一定衞生。但係因為統計處以前我哋可以見到有大部分嘅已指論係由已婚家庭所生嘅喎。啱啱我都提出咗咧，其實美國有40%嘅婦女咧都係有40%嘅女人咧係唔結婚嘅情況之下結婚。咁啊，美國係一個冇好重大中國文化嘅負面嘅國家，點解可以同中國文化呢一個男人都可以有得為咗一個對比咧？好啦，咁又喺中國文化之下，有方係有方要論證，而家結咗婚一定會生仔。我哋可以見到嘅係可以見到係。
就已經錯咗啦。再嚟有方根本就冇回應我方主辯開始提出你強加呢個價值嘅時候，未必會帶嚟幸福嘅呢個位置。好啦，今日再嚟睇由社會同埋個人層面嚟睇雙方最大嘅兩大分歧。第一，先嚟睇個人。今日咧有方就話當就係等於過半數，而不斷喺度同我哋重申六成人結婚嘅呢個數字，而質詢已經確立咗啦，婚姻自由根本就冇所謂嘅必然。而一線已經提出今日要衡量辯題咧，係要睇人會唔會結婚，唔係睇人會唔會結婚，而係睇大眾同埋覺得應該要跟從呢一個價值觀啊嘛。現有方到而家依然喺度混淆視聽，就只係討論現象，忽略咗呢個關鍵字眼當。我方已經質疑佢哋呢六成人結婚嘅原因，究竟係在於佢哋認同呢個價值觀定自己選擇？現有方嘅回應咧就係避而不談，刻意去創緊傳説呢六成人嘅資料，因此有方混淆視聽嘅結婚根本就唔代表認同觀念。相反，我方睇嘅唔止表面，更睇到背後嘅趨勢。歐洲統計局見到近十年嚟，15至46歲唔願意結婚嘅人由10%升至40%，呢個數字帶出啲咩啊？越嚟越多人唔願意結婚，所以今日係反映咗當今社會重視婚姻自由，社會大眾並唔會將結婚視為理所當然啊。再嚟睇社會層面啦，有方今日不斷同我哋強調生育啊、人口同埋生產力等等呢啲社會嘅需要性。然而有方今日咧對社會需求咧，其實呢個方法好迂迴嘅喎。我分析已經睇到啦，有啲人咧未婚都會生育。有方嘅擔心就係中國唔係好似美國一樣咁開放啊嘛。而睇翻香港呢度嘅數字先啦，有60%嘅單身人士，50%嘅伴侶都覺得生育唔係必須啊。因此當我方見到係中國定係世界各地呢個趨勢，正正係見到婚姻同埋生育根本冇根本嘅必然性，佢哋已經唔再當結婚同埋生育係有。是一個必須啊！你方今日想提高生育率就鼓勵結婚，然而我方做一個類比啊，好似就係為咗勞動力而鼓勵生育。你提高生育唔等於啲人唔會離開喎，你冇發覺佢呢啲人會唔會投身入社會勞動嘅時候，根本就見到兩者冇當中嘅必然關係。有方想鼓勵生育，你咪直接鼓勵生育咯。我方唔明白點解要提要鼓勵結婚啊？相反，正如我方主辯所講，我方見到呢個觀念形成嘅社會壓力下，結婚缺少感情基礎，會係唔幸福嘅婚姻，導致離婚率上升。因此今日有方不斷強調戀愛自由嘅情況下，辯題不應成立。多謝大家，你應成立多謝大家。跟住嚟反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嘅時間，你會點樣解釋？
就一定會嘥，即我幫佢出咗咁多措施都唔係，其實點解你方會有覺得有啲唔成啊？你後面有事，不斷有幫同學。
你初我方同右方嘅分歧可以分入由從社會個人嘅方面做起，先係社會。我哋可以見到，同埋今日古代或者現代失業勞動力係仍然非常之大，但係有方同都承認咗勞動力係好需要嘅。我哋可以見到，而家台灣就係設立結婚嫁韓國政府甚至每年撥款7億美元進行婚姻配合教育計劃。再喺德國，佢哋嘅兒童今日可以由出世拎到去18歲，每一個月政府都會俾一定金額指定金額佢哋嘅家長。當年優社會已經缺乏勞動力嘅時候，兒童嘅處境一直都話失職，而絕大部分都由已婚家庭所生。咁我哋係咪應該更加應該提倡結婚同埋生育咧？再睇個人，今日有班同學話，我哋可以見到有未婚懷孕嘅趨勢，但係今日有班同學長期都未證明到究竟未婚懷孕呢個係有幾多成嘅人係真係會咁樣做，因為我方見到嘅係已婚懷孕係比未婚生育多。而今日仲有超過一半嘅成年人選擇結婚，正正係因為婚姻可以好肯定嘅保障到雙方嘅權利。在座各位，今日我哋全球都用咗一個好理性嘅角色去睇婚姻。然而，回歸翻婚姻嘅本質，婚姻其實係愛情嘅昇華。由古到今，都有人認為對方都係為咗值得為自己付託終身，有結婚就係俾一個雙方嘅承諾。古代結婚，我哋需要拜堂成親；現代結婚，我哋需要有結婚誓詞。由今日開始，無論係順境或者逆境，會有或者貧窮、健康或者疾病，佢哋都會雙方將會永遠愛大家。呢一種保障正正係婚姻對各方嘅保障。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仍然及時。多謝各位。Gracias.
處理過程係一個標準性幾大嘅問題啦。就係、是、你主辯嘅目標都咁出嘅，佢一副二副甚至自由辯論，甚至到結辯咧，就聽到好出世講。今日睇係咪立時，咪睇普遍而言係咪有翻台上評分，亦睇嗰啲人有冇其他嘅另外選擇。男大當分對大當分嘅時有冇違反嗰啲人嘅另外選擇？如果違反咗嗰部分嘅另外選擇，就係不合時。咁、那個問題係咩咧？既然你今日拋到出嚟，就係講話我睇翻咪合時，主要睇普遍性，我只係算睇有冇有其他選擇。然之後呢一句説話一答問佢其他嘅選擇，就係呢句説話睇不合時嘅話，咁世界上有咩嘢叫公平大合時咧？之後我甚至會諗起就係、是，咁我係講緊話要追求民主自由，都係有啲國家嘅覺得落後國家會覺得民主自由唔重要。或者其實嗰啲國家係唔重視民主自由，今日民主自由推崇出嚟，係咪都會違反嗰啲小部分嘅意願㗎？咁係咪民主自由又不合時㗎？或者逐足平衡㗎？可能喺一啲嘅白人至上社會，佢都會覺得要繼續歧視黑人，歧視黑人係冇問題。然之後我話要逐足平權、逐足平等，都係違反咗嗰部分人嘅意願選擇㗎。咁係咪逐足平等啲嘢就係不合時㗎？所以單純講話違反咗有啲人嘅選擇，代表件事。呢、这個觀點必然係不合時宜，你自己都主邊都幫佢 check 嘅，係個普遍性問題，你自己就好好咁樣去揾今晚去數到俾我哋聽，數到俾評判聽就係究竟普遍而你想講有更多任何選擇，更多人選擇不反嘅現實有幾咁普遍咯？而呢個係其中一個標準上嘅問題，而且反方上面、後上上面有選擇過嘅，我聽到例如有嗰啲咩抄錄過嘅類比啊、上綱定矩質嘅，但係我質疑嘅力度唔夠，即係個上綱唔夠貼啦。第二就係質疑嘅力度唔夠多，以致就俾正方嘅標準比較偏咁樣過咗呢個一個模式嘅話，對於反方宣稱反方標準嘅話，要諗得清楚少少。而第二個位咧就係、是、事實上面係咪真係你咁好數嘅證明難？但係面對真實選擇不分咧，係事實上又唔係嘅喎。可能係南韓又好，日本又好，有其他國家其實選擇不分嘅人士，甚至比因為反方所講話選擇上結婚人士，有機會你得更多係多好多嘅時候，其實我呢方面係正方有數嘅話，你就對正方今日我聽上咩數嘅主動嘅自己普遍性，越嚟越多人想選擇不分嘅話，呢個係一個有少少可惜嘅位嘅。而真真對住你論點啲嘅問題係咩咧？你啲嘢你所講話南大當分對大當教咧，就機會令到人咧。在結婚的時候很不順利的話選擇了自己的伴侶，以致有機會到最尾甚至有機會是加大了你婚姻上的壓力，以致到最尾就會離婚。那我第一時候會問的就是男大當分女大當分的觀點是現在時間的話在古代都有出現，古代有沒有因為男大當分女大當分的事情出現很多離婚的個案，這好像沒那麼多的時候，因為結婚古代而有男大當分女大當嫁，我們不是很多離婚個案，咁點解去到而家呢個21世紀嚟到現代時候，有咁多離婚個案？離婚個案嘅原因係必然唔止男大當分女大當嫁咧？呢部分上面論證我聽唔到有咁多嘢大關係事實上。第二就係你都係冇做咁多，因為點解？就因為男大當分女大當嫁呢件事令到你婚姻上面有好大嘅壓力，之後你就分啦。我聽唔出當中數上有咁多事我有關係。第三樣我會想指出嘅嘢就係。一個觀念係講男大當分女大當嫁，就係一班人講話你要好好咁樣思考自己婚姻之後自己嘅前半生。點解唔係反而有機會令到一班人好好咁珍惜自己婚姻，知道婚姻得代表婚姻對佢哋嘅生意上有咁多嘅體驗？例如講可能可以有一個伴侶去分擔經濟上嘅壓力，一個伴侶可以去白頭到老、專孤獨終老。點解呢啲反而係有機會令到一個人結婚之後更加珍惜佢婚姻，而自己都會更加離婚咧？呢位都係有太多即時學習啦，所以我覺得正反方都要嘗試喺呢部分上面思考得比較多。然之後針對住反方咧嘅問題咧，我第一個問題你全憑見機嘅時候得一個數據嘅啫，就係2016年喺香港已婚嘅男性同女性咧都佔好多。但第一樣正方都有提嘅就係、是，你真係講話有67%嘅男性喺香港係已婚，呢、这個數字係講翻全港67%嘅男性自己想結婚。代表嗰67%嘅男性認為其他人都應該要結婚，其他人一答唔結婚就有問題。呢個數係好直接反對嗰啲。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呢、这個數，如果係睇翻嗰個數咧，我都有睇過。嗰、那個數咧其實的而且確，喺2016年嘅時候，仲有67%嘅男性咧係結婚，但係數咧係相比過往嘅年份咧係不斷咁跌嘅。咁我睇到都係趨勢上面反映出，係我知道仲有67%，但
我嘅邏輯就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可以提升到生育率，然之後由你啲社會運作，所以呢個觀念就係事嘅話，咁點樣先係最鼓勵到生育率？就是、應該係一結婚就應該生育率，咁呢個觀念先係最能夠提升到生育率，最確保人一定可以生育率。咁又係咪呢個觀念係覺得合適咧？所以今日麻坡可以單因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可以做緊啲嘢嚟提升到生育率，就嘗試論證呢個觀念呢、這個手段去提升生育率。一度我覺得係標準上面要寫更加清楚，正方嘅話都需要整定太多，但可惜啲標準上面被查方過得太快啦，然之後成日都嗰啲標準上面整定啲係可惜嘅位。第二個位就係正方都有整嘅嘢，就係生育率點解一定結婚就代表要生仔？你係全球咁不斷分啦，佢改呢個數，就係嗰個喺香港裏面嘅絕大部分生育率或者子女咧，都係嚟自於用結婚嘅人士。但可惜的是第一件事是我全部都聽不到你的數字，而此部分是令到我有一點整個數字是否存在，就算存在也好，我都不會說是不存在，因為你沒交代過這個資料內容，而是我成員一個都聽不到。第二就是究竟有多少成員是來自於結婚人士，即是說的絕大部分即是多少成員，這部分如果是說有五成一的是來自於結婚人士，即是四成一是來自於結婚人士的話，其實都未必反映出一定結婚之外鼓勵到個生育率，所以部分咧都係自身去交代個數據上有幾多人的，而且個生育率係嚟自於結婚人士，呢個係我哋處理數據上要小心少少。然之後後場上面政府都有整定更加多嘅就係其實你結婚都可以生子，又或者係有其他嘅方式可以鼓勵生育，呢啲我覺得政府真係係可以嘅。然之後反方你哋回應咧係個反方而佢受個回應就係話，或者你哋前公見都有少少回應就係咁呢個數據即係已經。西方的國家啦，咁呢個點係講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一個華人社會的觀念嘅時候，用西方國家的數據嚟對比華人社會，可能都係咁樣，未必係咁樣，意思係呢個類比唔恰當啊，或者佢對比唔到啦。但問題係，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一個觀念的，而且講係中國華人社會。但問題變係，我翻社會討論對象，我哋係一個對象華人社會，你話係西方社會，你話乜嘢國家嘅時候？咁到最尾落到嚟，街十一世紀，我哋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因為全部都係分曬成個世界，因為觀念係合時嘅時候，反方就前提講美國都冇咁偉大，喺美國而言或者西方國家而言，係咪反方存在呢個觀念係合時嘅事？咁呢部分我覺得反方需要思考得更加清楚，但正方冇針對住反方出現嘅一啲不軌或者一啲進一步嘅攻擊，然之後去進一步回應，呢個咧係需要去思考得更加多，點解嘅？之後針對住後場上面咧，後場上面咧太過重複啊，但係啲嘢唔快。我喺針對住後場上面有好多，我喺可以進行延伸嘅話咧，喺雙方底下咧都冇咁樣延伸，就好少咁樣時間嘅。針對住正方而言咧，我第一時間諗嘅就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其實甚至係講呢個時代上面轉變，唔單止講有更多唔同嘅選擇出現，甚至係講成個。社會模式的轉變，但有機會都可以影響住呢個觀念同埋學識。例如，如果我哋講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咧，其實可能基於過往嘅社會發展未咁成熟，冇咁多新鮮嘅事物出現，或者結變有少少難度，但又唔係好出嘅，就係過往嘅社會，尤其係啲亞洲嘅社會，我哋講嘅係咩咧？係個社會主義，講緊嘅係集體主義，講緊係即係個人係要為社會服務，佢嘅存在價值即係社會上一粒嘅螺絲，咁為嘅就係令社會可以好。所以的而且確，個個好似反方咁樣講，一個咧既然結婚，然之後生仔，然之後令到即係子女咧開始去咗社會上嘅勞動力，然之後為咗社會好好咁運作。但係如果講而家社會不斷咁樣變化，發展得越嚟越成熟，越多新鮮嘅事物出現，又或者係個人主義嘅興起，我入個人集體主義變成咧講緊個人主義，講人開始意識到自己唔係就係為呢個社會服務，為呢個嘅勞動力服務，甚至係講緊話應該要為自己人生所服務嘅時候，佢就有機會有更多嘅價值。夢想係做樂隊歌手，或者有人想追求事業上面嘅成就，太重視婚姻。其實點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限制住呢啲人嘅人生選擇，係一個合時嘅選擇，同十一世紀嘅社會模式嘅轉變嘅情況就係，因為第一個位就可以再諗多啲嘅推進方式。第二個角度
甚至係今日法官不斷咁樣訴訟話唔係唔係，有好多國家都嘗試去鼓勵人結婚，從而去律政男大當從而提高生育率，從而律政男大當分配大當喺呢件事上面。其實政府都有思考呢個大當，呢個係咪一個事實先？好似聽落去呢件事好合理，但問題是時代咁樣轉變，其實係咪真係越嚟越多國家去必然去想鼓勵盲目咁鼓勵人結婚咧？其實都未必嘅。例如見到南韓就一個好嘅例子，就係南韓建立文化咧，個個係講真係講男大當分女大當㗎。佢真係講話，如果你結咗婚嘅話，我會提供更多喺企業上面嘅員工福利嘅一啲嘅員工結婚嘅員工，為咗就好似今日法官所講，我哋要提高生育率。但問題而家南韓越嚟越多企業就話我要提供俾為咗向一啲選擇結婚嘅人士提供一啲同結婚人士相同福利，為咗咧就係好似你康威所講要尊重人嘅自由意願，尊重人嘅愛選擇嘅時候。會唔會呢啲社會規範上嘅轉變都足以反映出呢個時代不斷咁轉變嘅，所以男大當分女大當嘅未必係一個仲係混合時嘅情況啦。我一直講説時間會更加多。如果問反方咧，我覺得你全市上面咧，因為你一定會面對住正方質疑你一啲普遍比較開放嘅國家，甚至針對住中國一啲我哋會覺得好傳統嘅國家，亦都會越嚟越多人選擇不分。所以你會唔會覺得重點唔係真係大到咁？或者擴到咁大，即係唔止一啲結婚嘅好處咧。我會諗咧就係由你反翻角度嚟，就可能可以思考咧，更加多我就可以捉住一啲比較傳統、好傳統嘅社會，或者好落後嘅部落、落後嘅社會，而結婚會唔會係嗰啲部落或者嗰啲傳統社會一啲好重要嘅形式咧？即係我又睇過就係例如翻講俄羅斯嘅，佢有啲落後嘅部落叫做翻楚科奇部落，係當中一個好原住民嘅部落，然之後用時。結婚一個好重要神聖儀式，就係為咗希望自己嘅女可以嫁俾一個都算有少少經濟能力嘅男性家庭，致力到呢個男性家庭可以依附住呢個男性家庭到去個女性家庭，可以直接提升自己經濟能力，扭轉女性家庭依然係經濟一定係貧窮，一定係差嘅局面。而當你使個嘅儀式係一個好神聖，係一個好敬佩嘅儀式，咁會唔會就可以捉住呢啲比較落後嘅國家或者啲比較傳嘅部落村落佢哋嘅儀式？律政其實當日係好敬佩婚姻儀式，是係一個好神聖儀式，從有律政喺嗰啲國家